嗨，小朋友们，现在我们要开始学习中文了。开始之前，我们先一起打个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，合上手，合上手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您爱我们，您爱我们。现在，现在，我们要，我们要开始，开始学习中文，学习中文。求，求主耶稣，主耶稣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这样祷告，这样祷告。奉，奉主耶稣的名，主耶稣的名。阿门，阿门。睁开眼睛。嗨，小朋友们，早上好！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今天呢，我们要学身体。身体。对，有什么呢？头。头。眉毛。眉毛。眼睛。眼睛。鼻子，鼻子，嘴巴，嘴巴，耳朵，耳朵，头发，头发，肩膀，肩膀。手，手，膝盖，膝盖，脚，脚。我们要学句型啊，对。蔡老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肩膀。王老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鼻子。对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帮助了，帮助了我们，我们学习中文，学习中文。现在，现在要结束，要结束。谢谢，谢谢你的带领，你的带领。这样祷告，这样祷告，奉奉主耶稣的名，主耶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睁开眼睛，睁开眼睛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在家里要自己练一练喽。对。